前尘回忆都撕碎，不留遗憾作祟，舍去一生的漫长换一回。假如决定卸下防备，真心错付于谁，敢给就不怕摧毁，爱不愿沉睡，寒冬天地也无愧，殊途不同归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，所以我祈求有奇迹，斗转星移，哪怕被岁月染尽，而我只愿为你去寻寻命为永远的奇迹，至死不渝，明主为上古巨兽鲲，其在云天之上巡游四海，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。人间教派起源宗以明主为尊，为祸人间，以洛家庄为首的各大门派各处寻找明主下落与将其诛灭。明主因吸食大量黑暗能量即将失控，信奉起源宗的百姓大量石化，人间浩劫将至。时候到了，小环，去把齐的记忆封印住，送他去人间历练，未来拯救苍生的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了。知道是你，师傅，别藏了，快出来吧。是不是银铜铃答应带我们去人间了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去，你的念剑来源于念，你可知你之间的使命？时间的使命，时间是不是要杀人？可是我不想杀人。师父，你想干什么？师父，我知道是你。师父，别藏了，快出来吧。切切切。
起，想想。什么？干嘛捏我？我又梦见我师父了，要不是你突然打断，我都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了。少来，你每次都这么说，你要真能看清，你早就看清了。要我说，我师父根本就不存在。谁说我师父不存在了？他如果不存在的话，那我这些招数从哪儿学来的？月琪，我含辛茹苦照顾你三年，却比不上你那个看不清脸的师傅。好好说，动口不动手。我就动手，就动手，就动手，打你，打你，打你！我可是你大哥。谁说你比我大了？三年前咱们在雾岩村醒来的时候，明明我们俩都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事，而且是你说的咱俩的生辰是同一天。你这个小脑瓜别的事情都不懂，就这个记得清楚啊。嗯，不过呢，今天正好是我们7月14的生辰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呢？鸡蛋面。走。哎，慢用。香儿，一碗鸡蛋面，不要加葱花哦。哎，好嘞。琪，你这个发绳都这么破了，咱们把它换了吧。不能扔，我醒来的时候就带着它，说不定跟我的身世有关，没准真是我师父送的。我倒真希望你有个师父，这样咱们的身世就有线索了。我真的梦见他了，只不过在我的梦里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也记不得他说的话，但是我在想，客官，面来了啊！想什么？没有。我一定是饿了。干嘛？金兆，你刚才说了还比我大，怎么不让着我？当然是老规矩，谁抢到谁吃了。是你说的，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哦。给你吃，给你吃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月经找你无不了，怎么抢个鸡蛋也要有心有灵犀数？你耍赖学坏了，还不是跟你学的。这个面条归我喽。你为什么这么爱吃鸡蛋面啊？因为金超第一次给我做的就是鸡蛋面啊。姐，你慢点吃，给我留口汤啊。开工。我昨天晚上画的，这就是我左眼看到的那个人。哇，这是鬼画符吗？什么鬼画符啊，这明明神形兼备好不好？
辟邪。别闹了，比起你的梦啊，我的左眼找线是更可靠。每次咱们线索一断，我的左眼总能看到一些未来会发生的景象。虽然看见未来的代价是左眼剧痛紧张，你这话说的我都会背了。你管我吗？反正咱们这次来银辉堡，就要找到这名红衣男子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他。金钊，你今年的生辰礼物还没给我呢。啊，都给你，随便花。今天怎么这么大方？岳金钊，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想给我生辰礼物？不是，没钱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就倾家荡产了。你想啊，抛开住店不说，昨晚我们先吃了两大碗牛肉面，8文钱啊，然后我家齐又贪吃，又花了5文钱，最后啊，你还拿了一个立刚，最重要的是你还饿，你又吃光了2碗鸡蛋面，没钱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俩必须得先找到这个人。我算过了，以我们的奖励，不出1个时辰，我们就能跑遍整个银辉堡。虽然是个笨办法。那你来个聪明的办法。走吧。啊，这是中心点，1个时辰后这里汇合。知道了，臭金钊。来看一看，瞧一瞧，上当的好首饰。嘿嘿，姑娘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10文。10文，比2碗牛肉面都贵。给我钱，臭金钊！朝哭丧人，包三餐，每日10碗。就是呀，你说这，我要挣钱。行啊，姑娘，你哭一下试试吧。啊！我哭不出来，怎么哭啊？你家里人走的时候怎么哭，你就怎么哭。我没有家人。你没有家人，难道不是很可怜吗？但我有金钊，不可怜啊。再说了，人死了之后进入轮回转世，不就能重新开始了？为什么要哭啊？来了。这姑娘好像不像个正常人。姑娘，你还是该上哪儿上哪儿吧。啊！不好了，马叔进来了。是吗？你们几个去查一下有无伤员，看一下商铺的损伤情况。是。抱歉，姑娘，那马是我骆家的伤马，刚才被火石受了惊，还要多谢姑娘出手相救。红衣，高马尾。姑娘。长得比画上好看多了。这是姑娘的谢礼，万望无辞。谢谢公子，你好大方呀。不过给我10文钱就行。姑娘行侠仗义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在下还有事，告辞。哇，
一把。明主在上，吾辈苍生，我启元宗侍奉明主，使百姓幸福。凡有求者，有求必应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有求必应。告诉芸芸众生，过去如何？前路何在？是不是通过启元宗就能知道我和京兆的身世？明主护佑！明主护佑！孟教师，盛轩大人请的那俩人怎么还没到啊？急什么呀？明主老人家的信仰是非常强大的，他现在云游四海，在外面呢保佑我们苍生，那我们呢更应该供奉明主。明主护佑！这不来了一个吗？明主护佑！这位姑娘看着面生啊，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启元宗吧？你是？鄙人孟成，是启元宗的一名教士。我忘记过去了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哦，过去之事啊，不在话下。不瞒你说，鄙人精通启元宗的法术。法术？那你能告诉我我的身世吗？稍等。说好在这会合的，齐又跑哪儿去了？齐在哪？我看见了，姑娘出身非富即贵，定是背着家人偷偷跑出来玩的。你说的不对。如果我出身非富即贵，我家人怎么没来找我？这个姑娘不都忘了过去的事了吗？怎么知道我说的不对呢？再说了，我们启元宗的明主对天下之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，是绝对不会弄错的。那你说我家人现在何处？姑娘，你信力不够，我没法帮你推演更多了。你根本就是不知道。非也，信力不够意味着姑娘的功德尚浅，但是今日只要为明主奉上少许金银，就能增加与明主的连接，我就能为你推演出来。你看这么多人都在积功攒德了，你也快去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积攒功德啊！奉奉明主，积攒功德。嗯，姑娘，我追查启元宗已久，所谓的功德不过是启元宗敛财的手段，莫要上当。你胡说什么？启元宗造福百姓，这些功德钱是我们自愿供奉给明主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出发吧。好，就是他，他是王朝身世的关键，得想办法取得他的信任。姑娘功德无量。此人污蔑圣宗，居心叵测，给我拦住他。说得对，启元宗岂是能随意污蔑的？局长，阁下是何人？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，路见不平，惩恶扬善，坚决维护圣宗名誉的正义之人。孟教授，这不是画像上另一个人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小事儿，小事儿啊。这位小哥真是说得对，说得好啊。一切都是明主的护佑。没错，明主护佑。明主护佑。我一路追查而来，见证了启元宗害人性命，明主乃罪魁祸首，我绝不允许有人为虎作伥。你
三番四次侮辱启元宗，你才是最大的恶极。孟教使，小的一定好好教训他。好，明主护佑，定会助你惩罚这恶徒。少侠不如加入我们圣宗，得愿飞升啊！金兆，真他吗？当然，正。此地凶险，孟教使，您先撤。好，好。等一下，您说让我们加入圣宗，是真的吗？稍后我在福晋堂等你啊。好，那我先收拾了这狂徒。拿着。这姑娘的能力居然如此之强。行，收了。这位兄弟刚才得罪了。什么意思？观众都走了，演戏给谁看啊？你是故意的。今朝可会演戏骗人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啊，这么容易钱就被人骗了，你真单纯。谁说我被骗了？刚才那个钱袋子里面全是石子儿，一个铜板都没有，那铜板都在这里。哼，你这是什么时候学会捉弄人了？是你先用石子捉弄我的。抱歉，刚才以为姑娘真的要把钱给启元宗的人。没有啦，没想到还阴差阳错骗到了他们。姑娘真是可爱。这位公子好有眼光，我叫月琪，这位是月今朝。在下洛昭言，洛家家主。嗯，虽然我们来银辉堡没两天，却也听闻洛家数百年来一直在保护这附近的百姓，很受爱戴。我听说书人说，洛家有昙华洛家之称，洛家历代双生子，均活不过二三十岁。不好意思，他不懂人情世故，说话不过脑子，体谅一下。无妨。人尽皆知的事，听多了也便习惯了。嗯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二位，启元宗之人谋财害命，背后的明主却必有逆心，其中门道深不可测。方才看见姑娘与那孟城交谈，怕她上当受骗，所以才出手的。这启元宗竟然敢欺骗我们，算他不走运了。既然咱们目标一致，不如联手怎么样？他们走了可是有一会儿了，再耽搁追不上了。那便有劳了。切。嗯。他就是我用左眼看到的人。啊。盯死他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盯住他的。月姑娘。怎么啦？无妨，无妨。洛洛哥哥，嗯，你年岁几何？家住何处？家中几口人？是否有婚配？他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不。
不就是问清楚的意思吗？月兄，我知道，月姑娘对我肯定没有什么意思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是那个意思。我这个人真的没有什么意思的。哎，陆兄，这个人进了福金堂，我们想搞清楚福金堂到底是不是启元宗的据点，恐怕得先进去才行。啊，看来月兄已有妙计。我刚才已经取得了那个人的信任，我打算假装加入他，看他能不能带我进去。前提是我们需要借用陆兄几两银子。这个，我的呢？对啊，他的呢？也辛苦月姑娘，我在外策应，二位有事随时叫我。啊，当然了，走。你刚才差点把陆少云逼走，知不知道？可是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呀。那是婚配前媒婆问的，你要跟人家成亲啊。洛洛哥哥英姿飒爽，正气凛然，一出手就是两片金叶子，的确是不错的良配。人家名字叫洛昭言，尊敬叫人一声洛家主，亲近叫人家洛兄，再不济叫人家昭言哥哥。洛洛哥哥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洛洛大方呀。好吧，既然今朝不喜欢我这么叫，我以后就不这么叫了。今朝不让我问的，以后我也不问。小马脾气。出来了，走。温大师，明主护佑啊！看到你二人安然无恙，我也就安心了。少侠可是已经惩戒那个恶徒了。虽然那家伙有点话架子，但还是被我们给打跑了。什么呀？多亏了明主护佑。孟家水，您先前说让我们加入圣宗，是真的吗？必然是真的呀！二位对明主忠心耿耿，一定会得到明主的垂怜的。多谢孟教师，我这有点小小的心意，还请您笑纳。这是干嘛呀？切，又调皮。孟教师。孟教师，我们是真心想加入圣宗的。看二位如此懂事，跟我来。您要坐。慢走，哥们。好嘞。这花长得好奇怪呀、啊！别瞎问，有毒怎么办？走。姐，你看这些雕像跟真人一模一样，太诡异了！哎，鬼斧神工啊！这些石像，它们每一个都不一样，真好玩。哎，别碰！这些可都是有幸飞升的教徒们。这些都是真人啊。孟教师，这就是咱们圣宗的飞升啊。哼，可不是谁都有资格有幸飞升的。咱们这儿除了高霄司诏之外，连我都得加把劲儿呢。司诏？什么司诏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咱们圣宗明主之下为圣宣，圣宣将明主之命传于宗主，宗主呢则统领各地司诏，司诏下设我等教使，每个教使则领管理教徒之责。哦，明白了。所以说，圣宗在银辉堡这一带是由高霄司诏统管的。没错。哦。圣宗法度严明，不愧是信众遍布的大教派。请，我们找到靠山了。启元宗好厉害，孟教师也好厉害。走吧。
飞的大鱼。什么大鱼啊，真是没见识。这是我们圣宗供奉的上古神寿鲲。哦，姐，怎么了？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些熟悉。孟教师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哪里得罪你了？哎呀，你们两个虽然功夫不错，脑子呢？啊？孟教师，我们可是诚心想加入圣宗的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啊？姑娘，这个你就得问问圣轩大人了。圣轩大人，再会。啊，孟教师，孟教师，金昭，我怎么感觉他是故意把我们引到这来的？我也觉得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们的救兵马上就到。司赵大人，司赵大人，司赵大人，好狗东西，破伤你屁股，做事要狠，做人要稳。是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圣轩大人让我抓那俩人生啊，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把他们领这来了。什么？你慢点，慢慢慢。不妨事，腿有点麻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把他们关有道理了。行啊，你小子，记你一功。我去禀报圣轩大人。不用看了，高霄，我们来了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两个人吗？这明明是三个嘛！啊，你不是那个狂徒吗？你们三个合伙骗我是不是？空欢喜一场。来人呐，给我上！七教帮手，我七教帮手。遇到我们佳琪，算你倒霉。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！你干那些损人勾当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有这一天？别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啊！大侠，哎，你没用的东西，你慌什么？这福金堂本座经营了无数年，岂容你们这些狂徒撒野？今日我就要撒野到底了。啊！金钊，啊！信，
你对齐做了什么？他，我。融合了，融合了！唯吾一主可与魂鱼相融，明主。明主现世了，明主护佑。明主，你是见到我等处于危难状况，出来指引我等吗？不，我不是明主，我不是明主。金昭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切。注定是我为